那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十四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3年6月4日星期二中午12:19至35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文思明等19人，主席申文发会。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程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一：国民党党团林伟思明提案增列第8至16案、第22案暂缓立案，其余均照议程草案及增列报告事项通过。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继续质询。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共3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共7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共12案。宣读完毕。OK， 谢谢。好，好，那我们请问一下，就议事录的部分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好，没有的话，好，那我们就议事录确定。好，那请宣读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十八次会议议事审草案，全中华民国113年6月14日星期五、18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录。23号委员罗志强等据住宅法将内政人员审查，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将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4委员赖世葆等据有线广播电视法及交通委员审查。5委员林倩琪等据都市原住民族发展条例交内政人员审查。6委员陈廷飞等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交修宪委员审查。78委员马文君等据气候变迁应用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财政内政交通教育及文化6委员审查。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9至11委员陈昌明等据加值性及非加值性营业税法交财政委员审查。全民健康保险法、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12至13委员翁小林等据卫星广播电视法及交通委员审查。公平交易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量委员审查。14委员林大化等据定义法交经济委员审查。15至17委员林义景等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洗钱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18委员陈培宇等据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19至21委员卢先英等据老人福利法、委员邱若华等女婿社会救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21至24委员蔡玉等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银行法交财政委员审查。科技侦查及保障法、洗钱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25委员苏清泉等据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26委员张家俊拟撤回前提之职务诊疗师法，也请院会同意撤回。27至35经济部、原民会、内政部、金管会、文化部、合安会、司法院、法务部、环境部等函送财团法人112年度决算书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36至252行政院、财政部、陆委会、内政部、经济部、农业部、教育部、交通部、环境部、卫福部、客委会、原民会、中选会、党产会、海委会、外交部、国防部、退辅会、侨委会、公平会、金管会、主机总处、央行、文化部、
合安会、故宫、数发部工程会、通常会、总统府、司法院、监察院秘书长、考试院秘书长、劳动部、国发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253交通委员会、函委员会交附事项业审查完竣，请查查案。254至255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等委员会、函未预行任命审查期限，请查查案。256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请查查案。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科之文等据，高级中等教育法教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二委员尤浩等据，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三委员、何信春等据，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四至十二委员，黄杰等委员、郭玉琴等委员、张文武等委员、张亚玲等委员、林月琴等委员、李博义等委员、吴秉伟等委员、陈佩瑜等委员、沈博阳等分别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13行政院函送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请同意案交交通、教育及文化两委员审查。14至22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经济等委员会、韩委员会交付事项也已审查处理完竣，请查找案。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23至28台湾民众党党团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作为审查，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审查，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作为审查，国民年金法、社会救助法、噪音管制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主任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好，那宣读。那我们现在先请 ，OK， 我们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好，第一位先请张委员智伦发言。主席好，各位委员，各位媒体先进大家好。案由本院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有鉴于复议案为宪政重大议题，且有其时效性，有别于一般报告事项提案，建请第11届第一会期第18次会议报告事项增列行政院与总统府移至本院复议案如表列，并列为报告事项2至4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谢谢。好，谢谢。那第二位我们请王委员郑旭发言。主席好，各位同仁好。案由针对第11届第一会期第18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质询事项及对行政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质询，建请照议事日程草案及增列报告事项通过。提案人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以上。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请第三位林委员施敏发言。好，主席、各位委员啊，案由本院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11届第一会期第18次会议报告事项，原列第21案及增列第4至13案，暂缓列案，其余照案通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跟委员会报告哈。因为现在国民党党团有就这个复议案哈，要列为报告事项第二至第四案。那民进党是希望说建议议事日程草案及增列报告按照这个通过。那另外国民党党团还有提说要针对就是这次的原列的二十一案及增列的第四至十三案暂缓列案，其实照案通过。那因为这个内容上面差距比较大，那我想说我们现在先休息，让双方能够协商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让双方大家就今天所提出来的部分先行协商，谢谢。
好，谢谢各位哦。那跟委员会报告，报告委员会因为我们发言的部分呢，我们有另外还有沈柏阳委员以及陈玉珍委员登记发言。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发言的程序。那我们请沈柏阳委员发言。好，那这个谢谢主席哈，那感谢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哈，因为我发现这个程序委员会我的发言有可能是我在所有委员会发言最多的哈，因为每次都是一样的事情哈。那刚刚针对前面的提案呢，我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民进党哈是赞成哦，赞成复议的哈，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事情哈，所以针对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当然是赞成复议要通过哦。那但是接下来呢，我们为什么会有提出反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针对我那一个法案哦，还有在座我们也有其他委员都提出类似的法案，就是关于这个立法委员去中国要报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因为哦，刚刚呢这一个那个国民党有说要暂缓列案，那我们是针对这个暂缓列案这件事情提出我们的反对，但是我们对于复议这件事情呢，我们是赞成哈。好，所以在这边先说明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关于哈这一个最近呢，有很多人说，像这一种我们立法委员要去中国，算不算是一种监控哈？那还是我再次的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报准的制度，也是利用现有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所谓的哦这个联审会，所以呢，它最主要是透明哦，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把行程让联审会看过之后呢，其实是要上网的。然后就像我们县市首长现在去参与的时候呢，也都是要把行程上网。那这样他们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也才知道他人会在哪个地方哈。民主国家要做的事情，最主要就是透明化，让阳光可以洒进来，让知道事情怎么发生哦。阳光洒进来，这个并不叫做监控哈。那至于呢，最近呢，哈还包含呢，我们对于哈各式各样哈风险高的人呢，我在外面有一些发言，那这边也一并的说明哈，就是之后呢，像之前呢，我在4-5年前的时候呢，就有提过代理人法相关的这个法案啊，但是那时候我人不在这边，我是民间团体哦，跟游美女委员一起提出来的哈。那这个里面最主要呢，跟这边的精神是完全类似的，所以呢，国民党跟民众党如果还是要持续这个推这个法案的话，也可以先听听看我这个说明。我这个说明很简单。其实因为一般人不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如果今天我们要让阳光洒下去的话，哎，这个说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要符合两个要件，叫 A 加 B。 A 叫做跟中国的党政军有签约，有利益的交换哦等等之类，这叫 A 啊，这样也还不够哦，还要 B。 B 就是在台湾呢去做违反民主的行为哦，譬如说我说过什么搜集台独分子名单、港独分子名单，要求教授呢，譬如说学校去跑去跟中国签约，要求台湾的教授在课堂上不能够提法轮功，譬如说像这样子。那符合这些要件之后会怎样呢？也一样，只是透明化而已，就是要申报，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做这件事情，就那么简单而已。但立法委员的申报，我认为要比较怎样呢？要比较宽一点，因为立法委员第一个人数不多哦，他不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情形。第二个就是立法委员本来就有比较强烈的保密的义务，所以呢，他的申报应该要更为完整哦。所以呢，借由这个机会呢，再把这个法案做一次说明。谢谢。好，谢谢。那待会在陈玉珍委员发言完毕之后，我们截止发言登记。好，那我们下一位请陈玉珍委员发言。来，托沈柏阳委员之福哈，我想我在程序委员会也是发言很多哈。我想这个是让大家可能还不够了解很清楚哈。他刚说的联审会，事实上本席昨天才接到一个陈情案，就是我们金门以前的一个民政处长哈，因为要去大陆不行，好，那就是还要联审会通过。那联审会要多久呢？联审会是由三个单位所组成的，国安局哈，然后这个移民署、陆委会三个单位组成。那他们的审查时间是要一个星期。最少哦，一个星期还不算这个休假日，不算例休假日。所以呢，他这个很多委员在里面提案所说的，包括立法委员也好啊，还有这个议员也好，如果以后要赴大陆啊这些地方，还要经过这些单位来审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监督的这些单位要决定我们能不能去哪里。哦，我们立法委员哦，我们监督这个国安局啊，这个陆委会啊，还有这个移民署啊，然后由他们来审查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去哪里，这个不是自为荒谬吗？还有议员哦，因为很多提案呢都还有议员，议员什么就是议员是民意代表，也是全民所选出来的，就是说有一些单位他们凌驾的这个民意来决定哪些人哪里可以去，
哪里不可以去。这件事情呢的荒谬看出，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让它开始哈？你看我们现在政府连法律没有规定的哈，法律应该是不容许的侵犯人权的这种王义川的这种事情哦，到今天的民进党都没有说半句话。这种法律大家一看就知道说不能监控人民路上的这个人民哦，这青鸟也好小草也好都被监控到这种地步，他们还试图想要监控民意代表民众民意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议员，然后来做审查决定他们能不能去哪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这个不合理啊。所以这些法案我觉得会提出这种法案真的非常的没有民主概念啊。那因为金门地区这个澄清案，我不好意思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也跟陆委会主委做相关的这个沟通，因为秋水这也是非常了解金门地区人这一种的这个法律哦，实际上是非常的提出来是非常没有法治概念的。我想民党不要试图除了要监控人民以外，还要监控民意代表选出来这些全的民意所选出来这些民意代表们。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那下一位我们请审发会委员发言。哎，我本来是尽量避免在程序委员会讲话了，但是有时候听了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就上来讲两句了哈。第一，首先这个先针对这个复议案哈，复议案这个部分我们民进党团是没有意见的哈，但是这个事情还是要澄清，就是说这个收案时间到昨天，但是这个案子是今天早上才送的哈，所以在程序上面事实上是有瑕疵的哈。那因为有这个程序瑕疵，我们认为说先列入报告事项，那列入报告事项之后，未来到底什么时候处理，我认为应该要透过朝野协商来决定了，这是第一，这是核先续名。接下来有关刚才提到这个有关这个立法委员赴中国相关的这些规定，这个在本委员会已经被挡了几次了，七次还八次，这个我个人认为刚才不管陈玉珍委员讲的话有道理没有道理了，但是毕竟这个是程序委员会，理论上国民党在各委员会都是多数，所以我们委员的提案出来之后，我们程序委员会应该让他一读之后进入委员会，之后陈玉珍你就可以在那个委员会里面畅所欲言，你刚刚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委员会里面讲，因为这就是审查嘛。我们程序委员会怎么会在程序委员会里面来讲说这个法案有道理没有道理，所以这个法案可以列不可以列，这个就是我们民进党从头到尾我们认为说程序委员会不应该成为三读之前的实质内容的审查会，这样子就整个违反了程序委员会的精神哈。那这部分我讲一定要讲清楚，不是说你讲的有道理，谁讲沈博阳讲的没道理，不是有没有道理都不应该在程序委员会里面讲。程序委员会里面只是讲我们这个他有没有符合程序，他联署人数够不够，提出来的这些程序完备了，我们程序委员会就应该要让他在院会进入报告事项一读。然后才在委员会里面审查，我认为这是程序委员会的基本精神。再次恳求国民党作为多数党，应该要在这样子的程序上面，不应该再犯这种程序的错误，以引起民间大家的反感。以上。好，谢谢沈委员哈。有关沈委员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程序上面有瑕疵这个部分呢，我想说我在这边跟各委员报告。本院在昨天下午哦，收到行政院函请本院复议案两件，以及今天早上收到总统府秘书长的函一件哦。那基于这个是重大议案，而且有时效上面的急迫性，所以有关这个部分，我大概先前有去做一下功课哈。第一个，柯总召今天早上在记者会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公开的宣告说，他支持在今天我们把这个议案这三案能够增列入程序草案的报告事项。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民进党在之前在审理不当党产的时候，其实在院会也是增列一个临时增列的一个这个事项报告事项，所以其实做法是相同，也有前例可循。那第三个在今天会议召开前呢，我们也有请教了一下周万南秘书长就是就程序的部分是不是会有瑕疵或是有违规的部分。那周万南秘书长也是明确的跟我们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惯例不代表违法。好，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如果有违反议事规则，这当然叫做程序的瑕疵。但是以前虽然是惯例是如此，但是因为本案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于是国家的重大议案，而且有时效上的急迫性，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天还是有这个必要列入这个程序查案的报告事项了。至少在程序上面是不像刚刚所说的有程序上的瑕疵哦，在这边跟各位报告。好，好，那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好，那谢各位委员哈，那请问一下，就张志伦委员的提议有没有异议？好，那没有异议的话，就非常谢谢大家有共识。好，那我们就照张志伦委员的提议通过。好，有关复议案增列入第十八次院会报告事项第二至第四案。好，请问对王正旭委员的提议有无异议？好，那王委员他所提议的是赵议事日程草案及增列报告事项通过，请问有无异议？有。哦，那有异的话哈，那我们就进行表决。啊，有异的话我们就进行表决。好，那我们先清点在场的人数。好，那在场人数有十八人哈，那我们先请赞成王正旭委员提议者请举手。九位，好，好，那请放下，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反对者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好，请放下。好，那在场人数十八人哈，赞成者九位，反对者九位。好，那可否同数时哈，取决于主席。那本案哈，主席决定反对，好，所以本案不通过。谢谢各位。好，那我们现在处理林世明委员提议增列哈，原列第二十一案及增列第四至十三案暂缓列案，其余照案通过。请问对林思明委员提议有无异议？好，好，那有异议哈，我们就进行表决。那麻烦清点在场人数。好，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请赞成林思明委员提案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那反对者请举手。好，好，请放下。在场人数十八人，赞成者九人，反对者九人。好，可否同数？好，取决于主席。那本案主席决定赞成，好，本案通过。好，那报告事项修正通过，执行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执行通咨询通过。好，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案依依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共四案。二，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者共两案。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的话通过。有无临时提案？提案临时动议，不好意思，临时动议有无临时动议？好，没有的话那就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好，谢谢。